主料后臀尖、丁肉米粉、辅料土豆、酱油、白糖、五香粉、鸡精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将后臀尖片成厚薄适中的片，土豆切成滚刀块备用，将土豆和肉放进一个容器中，加酱油上色调味，再加白糖、鸡精、五香粉，不喜欢也可以不放，充分拌匀。看到肉已经均匀上色之后，添加适量的蒸肉米粉。要注意的是，有的牌子的米粉本身已经添加了盐和一些香料了，所以用量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吧。带米粉能将土豆和肉均匀包裹起来即可，是以耐高温的容器，将土豆置于底部，肉片放上层，中火蒸至土豆熟透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制作中没有添加多余的油，也算是比较健康的食品了，标准儿婆一个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